大家好，我是舒世荣，目前任职于巨匠电脑数位学习网，担任线上教学制作的特约讲师。我的专长就是将复杂的教学内容可以轻松清楚的表达，让同学们能够理解。这门课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简报图解的超技术。我们总共分为三堂课，在第一堂要为大家说明的是图解敲门砖，让大家了解优质简报背后的一些原理，以及套用模型快速完成图解的方式，还有一些进阶图解的变化，让你的 SMART 能够变得更加的美观。而在第二堂课呢，我们要谈的是逻辑化的图解，让大家了解图解的正确流程，怎么样能够完整的去做出一个对的图解，并且提供专业的设计师绘制的资讯图表懒人包，快速完成图解简报。而在第三堂课，我们要谈的是简报的辅助能力，包含动画的辅助简报的技巧，还有呢，怎么样让我们的图片的背景可以透明化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都会一一为大家说明。这门课的教学重点在于扎实学好简报图解的方式，制作让人秒懂的简报，以及专业设计师绘制的资讯图表懒人包，即学即用，还有活用动画辅助简报解说。上完这门课，你将学会制作让人秒懂的简报，以及学会运用专业设计师绘制的资讯图表懒人包，还有活用动画辅助简报解说。而上这门课前，你应该具备 PowerPoint 软体的基本操作能力。还在等什么？马上来上这门简报图解超技术。